对不对？然后，
对不对？然后又回到那个 tempo one 就哆哆哩哆哆哆哆，对不对？啊，哆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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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哆哩哆。第二次是谁拉这个主题的？也是你吗？啊，再出来，对不对？我可以教你一个秘诀，你会站起来一下。但是走开一点点。在香港吃太多东西。OK， 你要开头的话，你要走，你不能这样。面对的，对，试试看。心怀不屈，对不对？你要让人家有像跳舞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把声音拖出来一点。然后呢，第二个是Joey 哈，可以坐下来。你刚才在最后结尾的地方，啊，不用起来，不用起来。啊，这两次哈。刚才你看，再给大家的是一个暗示，这样，对不对？你可不可以多做点动作？大家都是需要看到的。所以你这边呢，大家感觉没办法感觉到你要用什么样的节奏，因为你是第一小提琴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应该是带头的。你要带头的话，你要给大家示范。然后拉给所有的观众跟自己声音，有点很黄的感觉，好吗？我们再来一下，好吗？嗯嗯。看，啊，你这次不要忘了，转头给这样啊，依然是，好吧？你说这是我的旋律，你看我带头 ，OK。
加油 ，OK， 多多加油 ，OK， 谢谢你们，拜拜，谢谢。